屠夫许芳，他屠宰毛驴时，先在地上挖一个深坑，坑上盖一块木板，在木板上凿了四个孔，把驴的四条腿插入孔中。当有人来买驴肉的时候，便随其买量的多少，用开水浇在驴身上，使驴毛脱落，肉也半熟了，就把这块驴肉割下来。他还说，必须这么干，驴肉才鲜嫩味美。过一两天，驴身上的肉被割完了才死去。驴在未死之前，虽因龙头箍住它的嘴而不能嚎叫，但依然怒目圆睁，眼珠外凸，炯炯然如两火炬，使人惨不忍睹。而许芳却毫不介意。后来许芳得了一种病，全身溃烂，体无完肤，形状和被他所宰割的驴身上的伤痕一模一样，躺在床褥上婉转哀嚎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受了四五十天的活罪，才悲惨的死去。他在病中知道自己一生用残酷的方式来杀驴，所造的罪业极其深重，临终时叮嘱他儿子许志学赶紧改行。许芳死后，他儿子却改为杀猪。我在小时候还见过他从事这个杀生的行业，如今却没听说他还有子孙，大概他家早已灭绝了。